请掀开经本，科会第31面，第一行，这一品是借愿作佛的事。请看经文。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华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仪，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也。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篇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当细心去体会。第一句是总结前面的几品。从发起序一直到这个第九品的圆满成就，都是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不思议的成就。这个成就啊，不是为阿弥陀佛自己，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阿弥陀佛为菩萨，哪些人是菩萨呢？凡是发心修净土法门，发愿在这一生当中求生净土的这个人，就是菩萨。阿弥陀佛，48愿呢，就是为他发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世尊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啊。阿弥陀佛，9缘劫就已经成佛了绝对不是10劫之前呢，在极乐世界促成佛的。你要这样想呢，那就错了。正如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降生在印度，示现八相成道，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是个普通修行人真的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成佛了。我们要从这上看呢，那也错会了意思。他老人家在《梵网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到娑婆世界来示现作佛，就是像这种八相成道的表演。这一次是第8000次
由此可知，世尊跟阿弥陀佛一样，久远劫就已经圆成佛道了。世尊在我们这个世间做了表演，阿弥陀佛呢，在极乐世界做表演。在我们这个世界表演呢，是给这个地球上众生看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做这个表演呢，是给净虚空变法界一切有缘众生看的。什么叫有缘众生呢？看了之后真心切愿祈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人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阿弥陀佛不仅仅是度娑婆世界众生啊，他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无一不是平等的度。我们在这里体会到阿弥陀佛智慧德能悲心愿力的广大无际，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凡夫一生不能成就，甚至遇到这个法门往往也当面错过。什么原因呢？心量太小了。与弥陀的心愿呢完全不相应。这样的人只能够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不能成就，不能往生。真正祈求往生的人一定要懂得拓开心量，真的要去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真诚，一样的清净，一样的平等，一样的慈悲，把这个大法了介绍给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教呢？不一定用口说口教啊，听的人未必相信。最重要啊，身教。去年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月之前预知实知，这身教以身作则。前几天李会长告诉我最近有一位居士林的灵友也是念佛欲知实质往生，头一天告诉他的家亲眷属说他明天早晨五点钟他到极乐世界去，告诉大家不要哭不要悲哀，不是死是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到了夜晚三点多钟他就起来了，
洗澡、梳头、换衣服，5点钟准时走的。这些人都是受持无量寿经汇集本呐、都是有这么好的瑞相啊！今天我在居士林遇到他的女儿媳妇，他们告诉我，活化的时候啊，有舍利花，有舍利，非常欢喜啊！李会长讲，这是受持汇集本的证明啊，没有错误啊。这种劝化比我们口说效果大得多啊！所以我们要劝人未往生之前，我们要讲给人听；最后啊，我们要表演一桌给人看，别人才肯相信啊！所以自己要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往生。那个把握从哪里来呢？我跟同学们说了很多遍了，我们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那这个千万不能疏忽。保证书是什么呢？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保证书啊，佛说阿弥陀经就是保证书。我们每天读诵受持，圣洁意趣，依教奉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古大德常说三杯九品，说的很多。我讲这部经，我说了一个与古大德不一样的一些话。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道理、所讲的教诲，我们100%的做到，肯定是上上品往生啊。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到，只能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就是说你能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中品往生。如果你只能做到80%，20%做不到，那往下减嘛，你就是上品下生。这样的一级一级往下递减，减到最后啊，下下品往生，那至少要做到20%啊，80%做不到，可以做到20%下下品往生。如果这20%都做不到了，那往生就很难说了，你没有把握了。那就全靠临命终时你的运气了。他运气好，遇到善知识帮助你助念提醒你，也许能往生。临命终时缘要是不好，自己没有把握往生啊。我们今天要求的是自己有把握
啊，在没有人助念之下，没有人帮助之下，肯定有把握往生，那就一定要身结义趣，依教奉行。这个不能不懂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为发愿往生的人。我们今天讲啊，以您啊到西方净土，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这个恩德太大了啊！阿舍王子他们这一个团体，与500大长者，这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些人志同道合啊，常常在一起共修啊。他们这一次在无量寿法会里面也都来了，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听佛介绍西方世界义正庄严，听到圆满成就啊，升起无量的欢喜心。欢喜但还有表现呢，所谓是沉于中而行于外，感恩的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这个流露出来，头一个供养，那么他们带了啊金花盖，以这个做供养具，具到佛前做礼。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学佛要成就，第一个条件恭敬三宝，不行十愿。头一条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如果这一条都学不到，你在佛门里面呢只是听听而已啊，你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啊。什么原因呢？不敬三宝，对三宝没有恭敬心啊。我们讲习是属于长期的讲习，所以只有在开讲的第一天啊，由代表们来礼座啊，看到礼节。从第二次之后啊，我们通通免掉了。我们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就是全变。古时候，社会状况跟现在不一样。古时候是农业时代，
一般人听经在什么时候？都是在秋收之后。现在工商业了，这个过年过节也放假吗？中国从前呢，年节也有假期啊。这个假期从哪一天放起呢？12月初8，腊八了。腊八这一天放起，放年假，过年了。放到什么时候呢？放到2月2龙抬头啊。你们就想想这个假期啊多长。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许许多多这个道场旗舰讲经发挥。为什么？大家有闲有时间来听经。那么从前交通不方便，寺院里面讲经，听经的人呢都住在寺院里。出家人呢住在内院，在家人呢住在外院。所以叫讨经单。在这一段时期要把这一部经听完。讨经单。这个是道场啊报答谈悦报答施主之恩呐、平常接受施主的财供养，寺院呢每一年呢这样有一度发供养，邀请他们来听经，来共同学习。因为时间长嘛，所以礼节呢就隆重，每一堂讲经呢都按照大座仪规来做。大座仪规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了，它有唱香赞，有呼钟声记，还要念一段经文。时间呢要坐下来，如法的坐下来啊，大概需要40分钟。从前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有道理。听经的人因为他没有事情，这个时候都放假的时候，他很早就到道场来。那么法师身坐之后，身坐也入定了。这么长的隆重的礼节，把听众的心都定下了。原来的心是心浮气躁，40分钟下来时候心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是等，还没有赶到的人，等到后来的人，所以他有好几层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大家都很守时，工商业的时代分秒必争，他会准时到达，我们这些繁文缛节通通省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那么经讲完之后，我们念佛做一个简单的回向，都是把我们的礼节缩短到最少。佛法没有定法，佛法是活活泼泼的，
学佛一定要懂得通权达变。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不能不知道啊。但是啊，古时候这些仪规礼节呢，不能不懂。我们可以不做，但是不能不懂。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这几天有贵客到新加坡来访问，景慧老法师啊，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到这边来，我们不能不懂礼节。我昨天去听他讲经，我看到他身坐之后啊，没有人去礼拜啊。我赶紧啊去拜他，这是说这是规矩啊，听法不拜法了，那叫什么叫盗法？你没有恭敬心吧？你是来偷盗的，你是来盗法的。但是人家多了，每个人都要礼拜的时候，那这个场地就乱了啊。那么大坐仪规它有40分钟，大家可以慢慢的拜，一个拜了走了，接着再来拜，行，它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没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决定不允许每个人都到前面来拜啊。这个是要懂得权变。所以我今天听会长告诉我，他那边讲经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星期一吧，28号晚上请他到这边来讲一个晚上。28号正好我早晨呢就到澳洲去，你们同学要懂规矩啊。如果不知道礼拜法师身坐之后啊，大家在下面拜啊，那他回到中国去之后，培训班没有什么规矩都不懂，那我们就很难为情了啊。所以居士们不要来啊，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代表，这样就好。这个两排两边顶礼三拜，然后再退回你的座位啊。这是他身坐之后就应该，这说到的居到佛前作礼呀，希望大家要懂得。那么我们自己在外面讲经，重实质不重这些形式就好，因为这个大坐仪规也很繁杂，有很多人，现代的人如果看到这种仪规啊，他兴趣就没有，他不来听，这太啰嗦了啊，听经的兴趣没有。一定要懂得现代人的心情啊。那么外面来的老法师我们一定要尊重啊。这个最低限度头一次讲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礼节，不能够做。那么其次我要奉劝
我们培训班的同学。第五天，6月30号，举行毕业典礼。过去我们在学校念书，有一句，现在人叫顺口溜，毕业就是失业。那你们毕业之后呢？是不是就失业了呢？要知道，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目的何在？意义何在？如果你们在这边培训了这几个月，那得半年了，能够把这2桩事情搞清楚啊，你们没有白来啊。要知道人生的目的呀，我到这个世间来，世间来干什么的呀？如果没有目标啊，那就真的叫醉生梦死，白来一场。那么人到底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一切众生在六道轮回是来酬偿业报的。这是什么？这说的是事实真相。你到这个世界来是为什么？你过去是造的因，这一世啊来受果报；过去是造的善因，你来享福；过去是造的恶因呢，那你来受罪。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呢，这是佛对一般大众所说的。为什么会有轮回的现象？这佛说明白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接受教育，接受教育那就不一样。就像《了凡四训》里头云谷大师所说的：“啊，虽有命运呢，命运可以改造。”那我们就懂得人生的目的呀，是要来改造命运的。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命运改造过来？改造的成效如何？这个很重要啊！尤其学佛之后，我们的目的改恶为善，啊，改迷为悟啊，改凡为圣，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人生的意义何在？意义是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每一天跟一切众生快快乐乐的生活，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互助。他们不懂，我懂啊，所以我要先礼敬他，我要先爱护他，我要先帮助他，教化一切众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生活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
诸位同学在这个培训班期间，至少要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的目的、意义如何落实？这不是一句空话，要怎样落实？那你就要考虑毕业之后啊，到哪里去？哪里去的方向没有一定，但是有一个原则决定不能够改变的，那就是奖金的机会。哪个地方啊有奖金的机缘，我们就到哪里去。没有奖金的机缘，不能去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了之后，这套方法你学会了。学会之后，要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呐。特别是最初的十年，因为最初十年是扎根呐。你要在讲台上讲十年，你的根才稳固啊，你才能够做到不退转。你要没有十年，当然最低限度一个星期讲一次啊，如果能够一个星期讲三次最好。这个样子啊，你能够去讲五年，五年之后呢，那就应该每一天讲一次，你才能够深入经藏，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呐。啊，无论在行门、解门，你才能保得住。所以哪个地方提供我们奖金的机会，我们就要在哪个地方住啊！千万不要迷信了，我们要追随净空法师，跟净空法师那就错了啊！你跟着我，我没有机，没有那么多机会给帮助你上讲台，那怎么办？啊，何况我无论在哪里讲经，啊，我们现在最重视的是录像，啊，是做光碟流通，这个比网络传播还要重要。这些光碟，你们同学决定都可以拿到的。啊，我们做出光碟，你们同学是第一优先的。啊，这些东西提供大家做参考。啊，帮助大家破除疑惑，啊，断疑生信，真正成就。那是你们锲而不舍、认真努力在讲台上锻炼。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这篇经里面注解啊之中呢，也教我们，也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希望我们效法阿舍王子，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要像他们一样，真正觉悟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这个机会呀，不是常常遇到的，遇到一定要珍惜。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今天我也听亲人告诉我，说有一些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做得很好，发大财的，以后学佛了，学佛现在呀，事业衰败了，公司倒闭了，所以他们看到学佛不灵啊，不学佛的时候好啊，学佛的时候坏了。这个说法是有心人在破坏佛法。那么是不是有佛教徒这个经营生意失败倒闭的呢？有，而且很多。我看到听到一点都不稀奇。什么原因呢？他不是真学佛，他是迷信，他是挂了学佛的招牌，实际上没有学佛。佛教他做的事情他一样都没做到。那么这些假学佛的人给社会大众造成了负面的误导，他的罪过就很重啊。错在什么地方呢？一开头就错了，三皈依就错了，皈依一个法师，皈依一个寺庙，从这一天开始错，一直错到底，回不了头了。那佛千经万论，处处教导我们，这是苦口婆心，无量寿经也开端也是如此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做到没有？善护身业，不犯律仪。你一生规规矩矩做事情，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你有没有做到？善护意业，清净无染，那更不必说了。没有做到啊。净业三福里头都是教初学，孝养父母，我们做到没有？我们对于子女，我们做子女对待父母，有没有尽到做子女的责任？有没有好好的去照顾父母？父母不在，有没有常常怀念父母？佛教给我们的奉师师长，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做了没有？老师不在了，有没有常常还记住老师的教诲？这是佛的基本教诲呀，我们都做不到。你在社会上从事任何行业，衰败那是应该的嘛？为什么呢？那你是按照命运走的嘛？你什么时候走运，什么时候衰败，你没有改变命运呐。真正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呀，你的命运改变过了，好会更好，坏会转好，这样给社会大众做榜样，这是真正佛弟子。今天社会大众
所看到的假佛弟子不是真佛弟子。假佛弟子太多太多了，出家人当中假佛弟子、魔弟子很多啊。哪一些是出家的魔弟子呢？毁谤三宝的，这是魔弟子啊。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批评出家人，批评佛法，批评信徒，批评道场，都是魔弟子啊。如果是佛弟子呢？六祖能大师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是佛弟子。就是儒家孔老夫子的学生，也知道隐恶扬善，看到别人的过失不说，看到别人的善事赞扬啊。入佛弟子是这样的形象啊。我们怎样辨别佛与魔？只要你稍稍留意，清清楚楚摆在你面前，是佛我们应当要学习，是魔我们应当要远离。跟魔走，后面有灾害啊！你的好运变成衰运，你的衰运变成恶运，一个魔走啊！你不是真的跟佛走吗？在中国也有不少读《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也听我的这些光碟、录像带的，也在这里好像学佛的，真学还是假学呢？很难说。依教奉行的是真学啊，背思叛道假学啊，假的不是真的，表面上恭敬没有用处啊。佛不重视这些形象，不重视表面，一定要真正懂得经典的道理。真正明了，知道怎样把佛经里面的道理、佛经里面的教训落实在自己实际生活里，落实在自己工作行业里面，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当中，那这是真佛弟子。依照佛的教诲，肯定没有错误。不依照佛的教诲，那你的麻烦就多了。所以我们观察事，听别人说话，要多多的思考，要了解事实真相，才不至于被一些人误导，这比什么都重要。经文里面，闻之皆大欢喜，这一句不能够含糊笼统带过，我们要多想想，为什么他们能够生欢喜心？
我们不能生欢喜心，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不难懂啊，他们真听懂了，欢喜心生出来了，啊，真的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我们从前面一直讲下来的，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明了。因果的道理，明了什么叫是非善恶，明了什么叫邪正正妄，明了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无比殊胜的利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啊！好事，世间第一等的好事，我们可能去吗？肯定可能，生大欢喜心。换一句话说，真正在西方世界已经报名、已经注册了，什么时候去呢？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自在啊！那么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选择的时候，选择什么时候？这里头有没有条件？有。这个条件绝对不是我在这个世界的罪还没有受满呢，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等罪受满再去，那就消业往生的就不叫待业了。条件是什么？这个世间还有一些有缘的人，我还可以帮助他，那我就得多住几天，我要帮助他们。如果这个世间有缘的人没了，那我们就可以走了。什么没了呢？我纵然劝导他们，纵然做好榜样给他看，他也看不懂，给他说话他也不相信，没有缘啊，那这个时候就应当走了。还有人肯听，我们做出榜样，还有人能看得懂，我们要多带几个人去吧，多帮助几个人去吧。所以，选择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间是这样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桩事，除这一桩事之外，在世出世间没我们的事。你的心不就清净了吗？心清净，身清净，你就得自在快乐，你就长生欢喜心。佛菩萨长生欢喜心，我们也有啊。
没有佛菩萨那么圆满，至少我们的欢喜心是不会间断的。天天都在向上提升，这就是一般人讲的进步啊！每一天智慧增长，烦恼减轻，功夫得力，我们讲这个用功上轨道了，决定有这个现象。如果不是这样的现象，你就要反省，你学佛有了偏差，有了错误，不是在理论上发生偏差呢，那一定就是在行持上产生错误。如果没有错误啊，你的效果决定像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所以经不但是指导我们修行，也是检验我们修行的成果。我们修行的成果跟经上讲的不一样，问题就来了。那么这是生欢喜心呢，这一句我们不能够疏忽，要效法阿弥陀佛，效法阿弥陀佛的存心，阿弥陀佛的宏愿，阿弥陀佛的行持，以阿弥陀佛作为我们自己修学最好的榜样。这个意义很深很深啊！如果我们还有私心，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不好，喜欢帮助这个人，喜欢障碍那个人，这就错了。这个心不是佛心，这种行为不是菩萨行为。这个心行魔鬼的心行啊，完全凭着自己的感情啊，完全没有智慧，那怎么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会不会有这个念头产生？肯定会。那怎么办？自己立刻就要觉悟，这是无始劫来的生死烦恼又在起现行了，又在作祟了。那怎么办呢？净宗法门的办法非常好，或者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掉，不要再去想它，转念头啊，把这个恶念呢转成阿弥陀佛了，然后你晓得念佛念的是什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包括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的行持，包括全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一篇文章啊。阿弥陀佛是个题目念这个题目不懂它里头的含义，那有什么用处？那白念念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醒佛在这个经里面教我们什么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得要奉行，不能违背这个佛号，念的才用。
昨天晚上我听净慧老法师讲经，他这一次讲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当然8天的时间没办法讲完，他是摘取经中重要的几个段落来讲。我听说他前天讲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昨天晚上介绍楞严神咒，楞严经里面世尊赞叹神咒功德神力不可思议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的。佛说的，哪里会是假的呢？佛用这种神咒抗拒所有的邪门外道，真正是消灾免难。那么你去念这个神愿楞严神咒，看看你的灾能不能消掉，难能不能免掉。我肯定跟你说，不灵，一免不掉。什么原因呢？你不会念嘛？会念的有效啊，不会念的没有效啊。怎么叫不会念呢？一面念咒是一面打妄想，把你的功德通通破坏掉，就没效了。同学们最近呢，你们看过《了凡四训》？你看看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这个开导的里头有一段讲画符，因为他叫他念这个准提咒，准提咒不长，叫他念准提咒，怎么个念法呢？跟道教画符一样。真诚心你看画符，那个符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完成，画符的人一个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这个符就灵。如果他画这个符当中打一个妄想，这符就不灵。念咒跟画符同样道理。为什么我说楞严神咒难念呢？太长了，400多句，2000多字。这个咒念下来之后，一个妄想都没有，真功夫，当然可以抗拒一切妖魔怪道，那是一点不假。里头有夹杂一个妄念，全功尽弃，这不灵。所以古德常讲，念经不如念咒，经太长，念经不达妄想难呐。这个古人笔记里头记载着有一段，戚继光，明朝时候的大将。戚继光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生受持《金刚经》，《金刚经》念得很熟。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的属下是一个小兵死了，求他超度。他问他怎么度这个超度法，求他念《金刚经》回向给他。他答应了。第二天呢，他起来确确实实就这个烧香礼佛给他念这个《金刚经》回向。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的侍从的人员呢
端了一杯茶啊，茶汤来给他。他看到这没有说话，他还是继续念他的经，手摇一摇，退下来，他念的经。经念完之后，给他回向。当天晚上啊，又做了一个梦，那个属下来跟他说，啊，他说这个元帅，他称是元帅，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中加了一个不用，所以这个经没有效果。他并没有不用，没有念出来，只是示意呀，那个念经已经夹杂不用两个字，所以第二天重新再念。你就晓得难啊！啊，《金刚经》5000字啊，越是长的经就越难受持。啊，这个故事绝对不是造谣生事，我们要相信啊，一夹杂就没效了。啊，所以古人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阿弥陀佛四个字里头不夹杂妄念，容易做到。啊，所以这个佛号念的怎么讲灵呢？不夹杂妄念就灵了，夹杂妄念就不灵了。古德说得好啊，心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一天念10万声佛号，念20万声佛号，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不灵。啊，所以慈云灌顶法师才传授十念法。十念法是时间短，绝不夹杂妄想。他用这个做早晚课，灵，他有感应，一口气叫一念，这一口气呀，不论你念多少声，啊，不管，不念这个四个字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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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十口气里头绝不夹杂着妄念。那你这个功课呢，就做得如法了，啊，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到新加坡来，传授给大家的十念法了，是十句，比他那个更容易。我不是一口气，我是十句阿弥陀佛，十句阿弥陀佛，接着念，里头不夹杂一个妄念，啊，十句阿弥陀佛。只要一分钟啊，这一分钟就产生效果。为什么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标准你做到了，虽然时间不长啊，只有一分钟啊，但是你做到了。一天做9次啊，我教你这个做法。9次怎么个定法呢？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之前一次，第2次，第早晚课，三餐吃饭的时候啊3次，吃饭之前我们不要念供养咒，念供养咒实在讲也是心不专一不灵，还是念佛好啊，扩展十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念，以这个供养龙天善神，供养一切众生就可以了。啊，真诚心来供养，念佛供养，三餐饭前就3次了。啊，再就是你工作，你上班工作之前，你坐下来念十声。啊，工作完了的时候，下班之前念十声。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4次，啊，加上3餐，啊，7次，加上早晚9次，
九次不能少啊，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啊，最低九次，你照我这个方法做，做上3个月，做上半年，确定有效果，人人做得到啊！啊，我这个方法传出去之后，有不少人做。有人写信给我，有人打电话给我，确实有效。这不懂这个道理怎么行呢？啊，念佛的总纲领、总原则、总目标，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真能够保持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工作里面保持啊，应酬里头都能够保持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的人往生就自在了，他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一丝毫挂碍都没有了。那由此可知，我们念佛人，我们向哪一个方向、哪一个目标去精进，你自然就明白了，自然就懂得了。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怎么会不生欢喜心？啊，所以他才礼佛供佛啊，表示报恩的意思啊。前面经文里面讲的至心信仰啊，相信，真心相信，要是爱好啊，欢喜这个法门，欢喜这个方法，流露出自己，祈求如来果地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这个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为什么说呢？借如阿弥陀佛，我将来做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实在讲并不难。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呢要很清楚的记住阿弥陀佛的大心、大愿、大行、大智、大力、大慈、大悲。为什么上面加一个大？大就是对于一切众生没有任何条件，附带条件就不大了。啊，我喜欢这个人，我帮助他；不喜欢就不帮助，不大。大是无条件，对一切众生平等的，这是大。清净的，清净决定没有染污。什么叫染污呢？这个人对我好，我欢喜；那个人对我不好，我讨厌，就染污了。啊，你的心被七情五欲污染了。这个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真心不受污染啊，妄心就接受污染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用妄心，没有用真心啊。真心是清净的，真心是平等的，真心是菩提心啊。
妄心不是菩提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努力去练功练着什么？用真心，不要用妄心。为什么？无量寿经这个后面三辈往生都是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一向专念可以做到一向专念念到的时候里面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能做到吗？发菩提心有没有？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但有一向这个专念，那大概就跟戚继光那个小兵讲的大帅给我念的金刚经我只得到一半，还有一半功德没有。一定要发菩提心呐！你要问什么叫菩提心，给你最简单的讲法，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都平等。佛家常讲恩怨平等父母师长这是我的恩人冤家都对头这是冤业，要平等看待，把那个冤家对头都看成自己的父母师长，这要功夫一般人做不到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要求生净土我们要做佛，要做菩萨。你要做佛做菩萨，那就是决定是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如果是不平等心对待众生，你就不能做菩萨，你就不能往生净土。难是很难但是实在说不是做不到。世间的难事古德讲得好登天难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求人难人家未必答应你这个以平等心、清净心对待人，这是求自己不是求别人呐。这个事情不是登天的，不是求人呐。换一句话说，只要你肯，你都做得到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任何人。亲切欢喜礼敬不分贵贱不分贫富用清净平等心就在这个地方练一切时一切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我们学习锻炼的场所。你不在这上锻炼，怎么行？关起门来修清净心是假的，一定要面对这个顺逆的境遇。在这个里面才知道
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平等？啊，对待每一个人是不是一样的亲切？啊，一样的爱护？看到一切众生需要帮助的，我们是不是毫无条件的立刻就伸出援手？功夫在这里练呐，啊，那么现在，当别人来要求我们帮助的时候，不同其他的场合，其他场合好像没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得考虑是，他有没有骗我？那看到我这个人好，好人好欺负吧？啊，世俗人常讲嘛，好人常常被人欺，啊，容易上当，容易被欺骗，还是要看自己功夫。这一条难，往年我在台北，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的时候。道安老法师示现了这一招给我看，啊，有一个信徒跟老法师多年了，老法师在家的弟子啊，他们开了个公司，请老法师当董事长。啊，目的呢是要老法师拿钱。啊，老法师董事长一当呢，当然那钱就给他了。以后老法师知道了，他们是骗他的，上当了。也不说了，既然上了当，还有什么话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安法师不贪财。好名，人家给他什么这个荣誉啊，他很高兴，他就吃了这亏啊。人家知道你什么好的头衔都给他，哎，他这个钱就拿出来了。我去看他了，看他了一天，他这个皈依的徒弟啊，刚刚从他房门走出，我在外面遇到他。进去之后，我看到老和尚。老和尚就给我说：“哎，刚才有个人到我这儿来了，哎，你有没有看到他？”我说：“看到了，我也认识他。”他说：“他今天又来骗我。”我说：“你怎么样？有没有给他？”我给他了，知道来骗他，还是给他，了不起！哎，那个骗他的人不知道，以为老和尚又上一次当。老和尚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我还是给你。我们看到老和尚这是真正的德行啊，并没有揭穿他，并没有责备他。希望他以后啊，听到老和尚都清楚、都明白。哎，你没有骗老和尚，老和尚是在这讲感化你，希望你。回头是岸，这是教育。教育的目标是希望把恶人改变成好人，啊，把不善的人改变成善人，这个是教育的成功，绝对不是他是恶人做了不好事，教训那些人赶出去，以后不再往来了，那你的教育彻底失败。啊，我们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把哪个学生开除掉了，没这个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对学生最严厉的处分，莫病。啊，这是最严厉的处分，没有把他开除掉，总是希望他了回头，希望他觉悟。啊，这个是教。
教育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以后我们在经典读多了，我们也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经典里头一再讲的因果通三世。别人来欺骗我们，把我们的钱骗去了，把我们的房子骗去了，财物骗去了，要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如果没有佛菩萨这样的度量，没有关系，要知道这是债，欠的债，那个人骗我，他欠我的债呀，来生要还我吧。我一点怨恨都没有，欢欢喜喜，来生他欢欢喜喜还我。我这一生要有怨恨心对他呢，来生他还是要还我，还得不痛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有的时候你赚钱赚得很辛苦啊，那是什么呢？你没有欢喜布施嘛。所以你得到回报的时候就来得很难，来得很辛苦。所以布施啊，要欢欢喜喜，别人来骗我们也欢欢喜喜让他骗，来生他欢欢喜喜奉还，奉还当然还要加上利息，有什么不好呢？好事情吧。所以你真的了解事实真相了，人真是一生呢都生在欢喜当中，哪有不快乐的？什么样事情都快乐。别人欺负我、侮辱我、打我、骂我，我也欢喜，消业障。这决定不是阿 Q 精神。那是一般人呢，真的不了解佛法，不了解三世因果。这个决定不是软弱，决定不是无能。为什么呢？你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你能够帮助社会广大苦难群众，你哪里是无能，哪里是懦弱？我们观察一个人，观察一桩事，不可以用片面的来涵盖全体，那你往往看错了。面面都看到，才晓得这是涵养共生的，这是真正的明了事实真相，所以他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不了解事实真相，没有这么深的涵养，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努力的，要学习佛法。从初学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成佛，这一条路到底有多长，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每个人不一样。这个里头说，从自己本身讲，每个人的善根福德不一样。从机遇上来说，每一个人的因缘不相同，有人快速了，有人缓慢，缓慢的那真是无量劫，快速的时候很容易成就。那你遇到净土法，你相信阿弥陀佛，那你走捷径，最快速的这条道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生圆满成就。阿弥陀佛的大圆满，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得到。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佛即知之。阿弥陀佛，你看看这些人，这个前面一句经文，心中怨言没说出来，心里面在想，哎，我们将来要做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心里在想，没说话。释迦牟尼佛知道了，这种什么呢？心灵感应。说到心灵感应，佛有，菩萨有。西方极乐世界说法，我们刚才讲了。你看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想想这个方法，还要3年，3600个小时讲完。啊，我们现在这个讲法。那不晓得要讲多少年。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跟阿弥陀佛见面，阿弥陀佛跟大家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经典，要多少时间讲完呢？给诸位说，一刹那。他怎么讲呢？不要说话了。西方极乐世界人还说话，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不必去，不用说话的。彼此交谈呢，全是心灵感应，心心相印。佛心里面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像那个印章一样，盖你心上一盖，你全都得到了。没有先后啊！确实是这样。啊，口干什么的呢？口唱歌的呀，赞佛的呀，唱赞佛偈呀，赞佛的呀。啊，用它来做种种供养的，不是来谈话的。彼此交谈用不着言语，啊，用不着口，啊，讲经说法也用不着口，心心相应，啊，所以众生念头才一动，佛就知道，佛就很清楚。那我们为什么不清楚？我们这个六根呢，有了障碍，所以不清楚；耳听不清楚，眼看不清楚。啊，绝对不是说见性有障碍，闻性有障碍，六根的根性没有障碍，那是真的。而是什么工具？根有了障碍。工具障碍，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电器一样，啊，这个电风扇转得慢了，啊，慢是它有障碍，啊，绝对不是那个电障碍，电没有障碍，两个电风扇，一个转得快，一个转得慢，那是电器的问题，不是电流的问题，啊，所以六根根性没有障碍。六根有障碍，不灵啊！收不到外面的资讯呢。释迦牟尼佛
六根跟六根呢完全没有障碍。众生心里面极其微细的波动，他都清清楚楚接受到。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通通都接受到了。佛菩萨起心动念，我们不知道。啊，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我起心动念，别人不知道；别人起心动念，我也不知道。那大概佛菩萨也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那你就全都错了。啊，因为别人跟我差不多，那个根都差不多都坏了。啊，你看看佛在经上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前面愿文里头都讲过，西方世界所有往生到那边的人，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遍知啊，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众生，我们一切的活动他都看见。那我们极其微细的音声他都听到，我们起心动念他没有不知道的，瞒人容易，瞒鬼神就不容易。我们中国人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呢，蒙蔽神明就不容易了，怎么能蒙蔽佛菩萨？佛菩萨好啊，佛菩萨告诉我们，他那样圆满的能力不是他有，不是他专有。他说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有他同样的智慧、神通、道力。现在有没有失掉了？没有，不是我们没有失掉。为什么我们的能力不起作用呢？佛说了，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那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恢复就叫做成佛，就叫做正果。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大家不妨试着看，放下一分，你就聪明一分；放下两分，你就聪明两分。啊，你不肯放下，那你就糊涂过一辈子。佛教我们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这个要紧呐。名闻利养那是附带的，这个东西它有用处，可以用它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我们要善于运用，但是绝不可以贪着，贪着我们就错了，我们的清净心就失掉，我们又糊涂了，又迷惑了。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可以用它，不能占有它，不能控制它。凡夫最大的毛病，占有控制。放下占有，放下控制，你就得自在。虽然我不敢说得大自在，你就相当自在，你跟一般人决定不相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看出你的形象不一样。为什么呢？
你欢喜，你快乐，你自在，能看得出来，你没有忧虑，你没有烦恼，啊，你没有牵挂。啊，你处事待人接物态度自然跟人家不一样，充满了智慧呀！啊，充满了真诚呐，真诚恳切心待人接物啊，那怎么会一样呢？啊，到这个时候，逐渐逐渐呢。你的灵性慢慢会透出来，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感应。啊，所以说佛即知之，这是感应的。啊，佛当时告诉大众，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这就等于受记啊！这些王子他们将来都会成佛。这一句的受记给诸位说，也是给我们普遍大众都受记啊！我们将来每一个大众后当作佛。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在此地说的，此地是专对这个二舍王子这个500人讲的。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大经上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皆当作佛。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他从什么地方看出平等？就从这个地方，每一个众生，不管你现在是作善作恶，你在六道里头怎么轮回，你来生上天堂也好，堕地狱也好，最后你都要成佛。啊，只是成佛有早晚而已。决定做佛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是真平等啊，这不是假平等，真平等啊。啊，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跟对诸佛无二无别。佛对于一切众生的供养也跟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世界上苦难的人很多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佛菩萨为什么不来供养？佛经上讲这些话有没有矛盾？佛菩萨是真的平等供养。问题在哪里呢？一切众生有没有福报享受？哎，供养你啊，还要有福享受啊，没福享受不行啊。我这次在香港讲经，有个同修告诉我，他说在这个好像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啊，那个时候斗争呢非常严重，这个家里头用的仆人啊，斗争呢他的雇主啊，雇主当然都是大富人家啊。那么他把这个老板清算斗争了，
把他的财物统统夺取了。哦，这一下的时候看到这个财主啊，家里有很多高丽参呐。哦，这一下平常他们吃不到的，这一下好了，统统拿到，煮一大锅，啊，家里人都在吃，好像第二天就死了。没有福报嘛，把那些高丽参一餐吃掉，不是死路一条吗？所以，佛菩萨度众生呢，非常慈悲，看你福报有多大。啊，你没有福报，这个时候多受一点苦难，消你的业，先消你的业障啊，然后慢慢再帮助你啊。业障没有消除，想帮助你呀，不但帮不了，增加你的业障罪业。为什么呢？你会谤佛、谤法、谤僧，那罪上加罪。他就在旁边看着，等待机缘。这个是慈悲到了极处啊，无时不照顾，不时不帮助啊。我们懂得真诚恭敬。无论在什么地方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决定得佛菩萨的帮助。只要明理，要有信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